这是什么？阿叔，阿叔，你听我解释，阿叔，你先听我解释，你这是长乐户籍啊，算是。真的？那我现在算是长乐人了？也可以这么说，真的？太好了！我是长乐人了，元梦，你太棒了，你还真做到了。哇，好精致啊！这上面哪两个字是我名字？你不认识大庸文字？别废话，哪两个字是？这个。这个。你真不认识啊？这个。还挺好看。那我这事儿都给你办明白了，我那酒，我那酒。怎么样？好看吗？以后我再慢慢教你啊。收钱吗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反正不是什么好人。现在有了户籍，明天就去找房子。我可不想再跟你挤在同一个屋子里。明天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？四方馆那个老纪跟长乐城租售房屋的衙人特别熟，那是我朋友。这样，你把籍数给我，我帮你办啊。他一刻也不能离开我的视线。懒得跟你废话，尉迟姐姐还约了我逛街呢。啊，等等，尉迟华，你不怕？怕什么？我现在是堂堂正正有身份的人了，和谁逛街不行？是。哎，那你记得啊，那个吉叔千万别让他看见，他一直以为你是我的婢女，万一再追查下去，可就不好了啊。知道。干嘛？给钱，你答应过我的。要在长乐城最贵的成衣铺给我买两套衣裙，要兑现啊！我不是已经买过了吗？你看你身上穿不够。买，这些啊，这些已经应该可以。